毛毛，毛毛，什么？你在干什么？我想找你复婚。复婚？我们早就离婚了呀，复婚干什么？那离婚了可以复婚了呀。哼，离婚复婚，要是我们和平的离婚啊，要是我们好聚好散，那可能都可以复婚。但是你呀，是出轨的啊。当初谁让你出轨的？我们离婚的、啊、那人都会犯错的嘛，是不是？你就原谅我这一次。你这种人让我看到就恶心啊！出轨了我就不想要了。你看你那么穷啊，到现在连老婆都娶不到，我回来不更好吗？我娶不到，我也不娶你，我也不跟你复婚，我宁愿打光棍。那我们的孩子也需要一个完整的家，他也需要一个母爱啊！你看，光有爸爸那是不行的，他需要妈妈。他需要妈妈，他不需要你这种恶心的妈妈。他确实是需要妈妈啊，但是你这种妈妈，他根本就不需要。他小他懂什么啊？谁让你出轨呀、啊？当初啊？他不懂什么，只要我回来他就开心了，你就原谅我吧。不要拿我的手，我现在看到你的手我就觉得恶心，啊！你看你现在那么穷。啊，老婆肯定是娶不上了，你就跟我复婚吧。我娶不娶得上那是我的事情，我告诉你，我早晚都会娶得上的。就算我娶不上，我也看不上你了。嗯、我怎么了嘛？我就犯过一次的错啊，怎么就不能原谅我了？我都不嫌弃你穷。你出轨啊？你这是道德的底下，道德低下呀！啊，我最见不得道德低下的人。嗯，走吧。那你想怎么样嘛？你想怎么样才原谅我，才肯跟我复婚？我怎么样都不可能原谅你。我告诉你，这一辈子我都不可能原谅你了，不可能复婚了。我再穷，我娶不到老婆，我也要打光棍。那我回来也是一种好事啊！我回来，我照顾我们的宝宝，然后你就可以好好上班。我们以后的生活会越来越好。我不需要你来照顾我们的宝宝，也不需要你来照顾我们这个家。让开你的手，拿开！我求你了，拿开你这个脏手！我求你了，我现在看到你就觉得你很脏啊、嗯、那是心理作用啊。什么心理作用啊？你这个人本来就很脏啊、嗯、谁让你出轨了？出轨了离婚就离婚，还回来干什么？嫁不出去了吗？没人要了吗？我觉得我想来想去还是跟你最好了，所以我就回来了、嗯、那你这是欺负老实人吧？你是把我看作老实人，你就想回来跟我过日子吗？没有，我们还有个孩子嘛，至少。那你这不是欺负我吗？我是为了孩子回来的。让开，你这不是欺负我吗？真的不能回去了吗？真的。你看周围邻居家啊，都起房子了，就你没起，我都不嫌你穷啊，我就想回来跟你好好过日子啊。哼，你嫌不嫌我穷，那是你的事，啊，我照样的，我这么穷，我照样的可以娶到老婆。你娶不到的，那你就等着看吧。你走吧，不要再来我家了。就当为了孩子吗？我知道错了，为了孩子我们复婚吧。这个人怎么，你这张脸我怎么越看越恶心啊？我脸怎么了嘛？那么好看？怎么了嘛？让开！你这个人让给我感觉你就是脏了啊！你这是脏了，我不想要了。我求你了，我不想要你这种女人。我求你了。你太脏了，我告诉你，你自己去找你的志气吧，不要来找我了啊！我就是个老实人，一点也不好玩啊！你出轨了，你还来找我复婚，这是什么人嘛、啊？我都说了，我知道错了。你知道错？我现在改回来就行了嘛。那你找的时候没有出轨的时候，你怎么不知道啊？这东西本来就是错误的东西，啊，错误的行为，谁让你去触碰这个道德的底线呢？走，赶紧走，这个家不需要你。也不想见到你，滚吧，滚！我不想看到你这死样子的表情啊！你什么人啊？这社会什么人都有。